这个是烧茄子，这个是尖椒干豆腐，这个是葱油干豆腐，这个是拌花菜，这个是溜肉段，这个是宫保鸡丁，这个是干煸蚕蛹，还有一道菜，盐。这菜怎么都被你吃了？它就是一道菜，开心菜。你就是一道菜呀，嗯？大家见过没呀？哎，宝宝，他吃东西的时候嘴叫啥都不好使。宝宝，你这是八大菜系，你算什么菜系的？你说开心菜系？嗯？哎呦啊，真能吃啊！鸡肉吃，慢点吃，一次能吃那大一块儿，慢点吃啊，哦！没人跟你抢。就是，平时家里给你准备很多菜，不是，吃菜去了。给你准备很多肉，足够你吃了啊！你慢慢吃，别噎到。他想一下全部吃掉一口，然后结果就半天都吃不动。好了。好了，你慢慢吃啊，我们也该吃饭了。这道菜你自己吃吧。好看呢，不要跟小宝宝抢啊。我像那个，等我们吃完饭再给你们肉肉吃啊。这才是好看。这个是偶像，这是 AU，这个在盘子里面卧底的小宝宝还没取名字，小宝宝，咱慢慢吃啊，别着急，别噎到。